哎，醒醒！醒醒！你中什么邪了？我是你师父老程啊！新手村是什么玩意儿？徒儿，北朝与南朝，我们的江山被北，这也是为师为何一直苦苦在探寻无名。你真是糊涂了。算了，我们先上路吧。好了，这里再往上。师兄，我们好久不见呐。师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武功还是这么的半吊子。20年前，你的武功和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你到底浪费了多少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？守着你改变天下的美梦进坟墓，这世界不需要。你以为你逃得掉？射！给我射！小心！师兄，你真是个烂好人呐！为了这么个不成器的弟子，值得吗？去见。
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师父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可是那样我至少能送师父最后一。你说的对，师父生前说过，秋四叔是师父的好朋友，我受师父之命一路寻访，刚得知他前些日子来过这里，我们不妨四处打探一番。秋四叔，你可千万走慢一点呀。这位大师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脸上有伤疤七尺高的道士？前面出现敌人了，与我们实力相当的敌人，远强于我们的敌人，名字是红色的，遇上千万要小心。这里看起来很，好像这里的土壤很松，如果我们行囊中有鹤嘴锄，也许可以发现一些什么。